在台南安平的北堤海边，民众说他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往海面下一看，竟然有看到海龟在这里载浮载沉的，他非常的惊喜，竟然在台南安平的海边就可以看到海龟。我们听听他的说法。安平北堤游泳，我的天哪，这里是安平哎。画面中海龟在海面上边游边探头的模样十分的可爱逗趣，也有人说其实运气好的话在这里的确是可以看到的，也有人说在曾文溪外海出海口这边也是能够看到海龟的行踪，而且他们超可爱的游来游去。当然呢，大家也是要呼吁说要好好的爱护海龟，千万不要乱丢垃圾、乱丢塑胶袋，让海龟受伤。而分享海龟在台南安平北堤海面上的这样的画面，也让大家看得都非常的开心。